住在城市也可以很森林。新店区信义里周遭公寓的墙面上粉刷 3D 彩绘，视觉上绿地好像大了几倍，不仅住户开心，也让不少民众为之惊艳，让这里成为新店的另一种地标。很感谢这个陈义军议员透过水利局的这个污水设施的一个用户端的一个回馈然后我们在新店可以说是第一个里来做这个墙面的一个彩绘透过市议员陈义军的争取，里长才能从水利局污水设施回馈经费中，将里内四面墙面彩绘上色，把原本灰蒙蒙的水泥墙面，让他们仿佛有了生命般，在都市丛林中翩翩起舞。墙面的彩绘都是私人的那所以说必须透过私人的一个同意，然后才能来彩绘。所以我们彩绘的这些图案也是经过屋主的这个同意，然后他喜欢我们来做。信义里内的四面彩绘墙看似美丽生动，但在彩绘的过程中并不顺利。里长协调过程下，曾碰到住户因为担心画师的功力不足或不喜欢图案而一再沟通，所幸目前大家都满意现况，也让忠诚里焕然一新，成为新店都市美学的代表。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道。